Hello，大家好。现在每天起床开手机啊，刷 FB 啊，都是看见有关瘦身啊、排毒啊、美白、运动或者是健康等等的 post。因为现代的社会，OK，不管男或者是女，都在讲究如何把自己变得年轻又健康，不要随着岁月的成长而忽略了自己的青春年华。如果大家有留意我上一个影片，OK。黑人的其中一个赞助商就是这个 IO Canlu 的公司，所以今天我就为大家介绍目前我自己也有服用的这个Soya Collagen。IO Canlu 位于马来西亚马六甲，荣获 SME 100企业奖、金牛奖、亚太超级品牌奖、创世级奖以及 Super Health Brand 奖。Soya Collagen 含有八大成分，那就是大豆、海藻苷、消化酶、虾青素、叶黄素、莲藕、海带粉，还有菊粉。你的身体会在30岁左右会发生一些变化了。OK，拼在40岁的时候会加速发展。OK，导致一个不可以避免、可见的明显这个衰老迹象。所以会导致这个胶原蛋白流失。胶原蛋白流失是一种自然过程，但是其他因素，比如接触紫外线环境污染，或者是生活方式的选择。也有可能导致这个早期或更强烈的衰老迹象。由于胶原蛋白非常重要，OK，因此失去了胶原蛋白会影响人体的许多方面，比如皮肤会发现皱纹，下垂的脸皮，皮肤变得干燥，然后苍老的容颜也随后着跟着你。然后骨骼也变得越来越脆弱，关节软骨的老化和磨损，降低了它们的功能，肌肉力量和功能也会随着下降。大豆在 soya collagen 里面的成分占了70%，富有高蛋白质，是有机大豆，富有 organic 的认证。大豆里面拥有9个必需氨基酸的食物，有植物肉的美称，有助提高免疫力。它是人体中最主要的这个蛋白质，它可以确保皮肤软骨和这个骨骼的完整性，然后弹性和强度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的身体有足够的必需氨基酸，OK，它可以更有高的效率，让身体制造非氨基酸而组成的这个胶原蛋白。如果比起现在的胶原蛋白，OK，它是经过身体的分解后，然后你的胶原蛋白会被分解成这个氨基酸。这也就是我们所谓 collagen 和现在市场上现有的胶原蛋白的分别。然后现在我来教大家如何服用这个Soya Collagen。
虽然 collagen 里面虽然有这个 collagen 的名称，OK，但是它里面没有这个胶原蛋白的成分，它是属于100%纯天然植物所制成的，OK，不含任何脂肪糖分，然后是为人体提供成分，然后你把这些成分喝进你的身体里面，然后让身体自行的去制造胶原蛋白，所以来得更有效。所以素食者也可以服用。大家可以看看，这些见证图，也都是顾客服用 soya collagen 后的效果。你们可以看到，他的皮肤变白了，变美了，气色也变好。这个淡斑也化了，然后毛孔变细了，然后月经方面，也注意有改善，然后舒缓经痛和补血效果，又可以调整荷尔蒙。妊娠纹也淡化了，还可以增加你的奶量，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病情，病毒时期，OK，它还可以提高你的免疫力。目前，soya collagen 已经开阔到东马、西马，也跨越到进军许多国家。它已经符合 MSD 和 GMP 的准证，还有 HALAL 和素食德人证。soya collagen 从研究、实验、生产和包装都是一手包办。所以，那么好的产品是应该让大家认识。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。有兴趣想知道更多有关 soya collagen 的朋友们，你可以联络我的 FB。然后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你可以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如果你是上班族，经常使用电子产品，导致视力疲劳，或者是皮肤暗淡、消化功能不好，又或者你是更年期妇女，那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我每天都在喝的 Soya Collagen 大豆胶原蛋白。这款饮料是由大豆与几种植物的组合配制而成的，完全是素的哦，所以素食者也能安心使用。它有助于胶原蛋白的合成，增强我们体内的胶原蛋白的产生，帮助解决皱纹、衰老、压力、污染等引起的皮肤问题。里面的成分包括了大豆、海藻钙、消化酶、菊粉、海带、虾青素、莲藕以及叶黄素。服用方式只需要将一包大豆胶原蛋白粉加入150 ml 的水中搅拌均匀，就可以服用了。这种天然配方可以在1星期内恢复皮肤的紧致度，减少衰老的迹象，而且也能够逐渐使你的皮肤变得更白、更光滑。Soya Collagen 大豆胶原蛋白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女性使用，特别适合孕妇哦。每天我都搭配早餐一起喝，我的皮肤感觉就比以前更健康、更明亮喽。